尼天蓝灯，大家好，我是玛尼天开拉萨南达。我的师傅尼西亚南达大师呢，是新都教大教皇普世灵性导师尼西亚南达帕尔玛希瓦上师。在大师今年1月7号的44周年的诞辰呢，我们为了庆祝大师在过去所有这些年为人类的开悟事业做的巨大的贡献，号召呢全世界所有的人，对我们华人来讲，就是华人世界所有的人，给尼西亚南达大师。以庆祝他44周年诞辰为这个媒介呢，来感谢大师以及认证大师在过去这些年对人类做出的贡献。所以呢，这个活动其实到现在还是在继续进行的，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以个人或者是企业的名义呢，或者是政府的名义给大师写公告信。支持和赞成他对人类事业做出的贡献。通过这个方法呢，能够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大师，知道他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伟大的事业。同时呢，通过对他的支持呢，来扩大开拉萨国度的影响力，能够让我们以更快的速度去建设和更多国家的双边关系或者是友好关系。所以呢，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而且并不需要大家太多的时间。如果你已经为大师写了这个公告信，希望你能够去丰富你身边至少10个人，让他们也来为大师写信。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呢，请你立即的跟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一定不要让自己错过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可以支持人类和平和发展以及开悟事业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事件。只通过你来表达对大师事业的赞成和支持呢，就可以让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开拉萨的国度的开悟文明的这个事业在全世界发生。所以你的贡献是对大师的支持，通过对大师的支持呢，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对人类的贡献。所以我希望所有同修，如果你已经写信呢，跟你身边至少10个人讲，让他们也来加入到这个写信的这个行动当中，为人类的事业做出我们可以做的贡献。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动笔呢，请你立即的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写信的行列呢，可以跟我们的志愿者联系。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逆天的灯》。